好累啊。对，所以说现在几点？7:30，我觉得等一下就过去了。现在7点多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准备搭大巴，今天是第二天，然后昨天睡了，睡差了，昨天睡还可以的。今天要第十赛了，早上先喝一杯咖啡。切，然后刚好进这个内外这个外线，这边用压的啦。啊，这边之后就是都用压的。你用压，你是从内线压还是右边？这边压内线，这边走中间吗？你就切内线就好。哈哈。We're about to get yoked, brother!等一下干嘛？等一下第一趟练习，应该还会再讲解一下怎么起跑什么的吧。如何？状况如何？不清楚，好了才知道。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再进步。加油加油！我尽力跑出平常的样子。是你的吗？对啊，在录你。那我来了，开始录。3, 2, 1, go!33跟34，所以我们这一把就是要冲下去的，加油加油！现在18名，目前是有在晋级，不过保险一点再跑一趟，看看成绩可不可以赢韩国人，就差半秒再试试看吧，拼一下。现在26名，其实蛮容易被刷出去的，所以就尽力吧。对，现在最后31、32名的赛程表出来了，大家要抢排位，看到吗？不是这一组，就是排位到16也还不错，在
来首尔，第五名也是最快的。再来是鲍鱼，第一个 Alice， 第六。好，希望他们都能顺利。第三名是布鲁斯，来啦，风筝来了，这多货超小的，来六，第二个太忙了，收啊收啊 ，TD， 不需要，收是种子，第五号种子，加油加油 ，OK 的，很稳很稳，没有在开玩笑的。现在看不到，然后布斯来了，耶、yeah, ！台湾队，很快哦，速度80哦，昨天路敲有人破100啊。看这么多人，怎么那么多？这一趟算是复活赛，就是他们取得前30名之后，然后后面有大概七组各四个人，然后他们要取每一组的前两名再晋级，所以对，刚这一组是跑第一个，所以算是有晋级的，所以明天加油，加油，蹲去。好玩好玩，虽然最后是第三，但 OK 了，开心就好。刚刚的复活赛，刚的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跟两个外国女生一起跑，然后他们也是说很紧张很紧张，怕撞在一起。但是后来就是大家都有平安跑完啊。对，然后不过我们刚跑的时候遇到第一轮的人，他在路中间，大家都差点撞到他。结束之后，看那女生刚刚在讨论说 ，Always dangerous, I almost hit it。恭喜大家！我那一趟就是只有我跟另外一个香港朋友，对，我以为我那一 round 是三个人，然后没想到我那一 round 是只有我们两个，对，后来就是我前面 push 就直接，哎呀，我一定要拼，你们要再继续是吗？哦，我们要淘汰赛啊！淘汰赛啊，再往下，再继续比到最后比到最后两个、哦、干，所以还没晋级，所以我们还没晋级，还没好啦，再来啊再来啊，还有第二胎，干，太开心了，还是可以录感言的，好啦，没关系，反正下一趟会更好，对啊，你越来越顺了，你也是，至少我们有玩到淘汰赛，对啊，你们还会再一次，说不定也是会晋级，是的，加油，越来越好，加油。走走走
大陆人。对啊，对啊，真的。有。封住他的路线。还可以回头。第三轮，浩宇跟瘦我要出发了，加油加油加油！够够够！维持那个肾上腺素。加油！看药果他的讲解更完整，没有很完整，没有很完整。够够够！好！少掉一个。哦。海瘦现在第一名啊！摔倒的选手。影响了，所以现在瘦跑在底线的，现在天的哦哦啊！靠！有机会，还有机会！哇！他惨他！刚刚的第四名，因为前面两个人碰撞，所以现在领跑。现在哦不！现在机会了，跑第一。Julia。为什么他惨他？为什么？他撞人吧？他撞人，因为刚刚两个靠太近了啦，靠很近。现在就两人跑，到他。现在是。现在第三例哦，还可以第四名，现在紧追在后。接下来才是。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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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哎，懂吗？切进去。切。他的线很好，他比较轻一点。现在他比较注意的是哦，跟正面，跟正面，跟正面。啊！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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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Because I left it here. This is mine. 他做一个弯。哇！哇！She was keeping his line. So you was sliding and then you was going out. And then she went into you. Yes. All right. So you was sliding. So she was keeping his line. So. So should be. She was in his line.除非他是比较有点刻意去做一些奇怪的线撞人这样子，不过因为他女生她比较轻，所以她的线的确是她可以，她可能可以直接压过。Anybody need a bus?
然后就是啊，可是瘦了啊，我们通常都是要稍微 slide 一下，就线就重叠到了。东西吗？要叫吗？要我就定哦。叫鸡。叫鸡，两盒够吗？小马要在韩国叫鸡哦。你干嘛推陷害我？所以两盒鸡。小马要叫两个鸡。所以一盒辣，一盒不辣。一个是辣的鸡，一个是普通的鸡。一个酱，一个没有酱。对，好。哦，又六点了，又关了，中午时都用关了。哇，不然可以先用。那我们去玩 Go Kart。哎，还开着吗？不知道哎，Go Kart我不知道放几天，在干嘛？小马叫鸡，看一下，鼻烂掉了，满身伤痕，你都走路一摆一摆的了，天哪、啊，屁股应该是淤青大一点，有点外伤，摔出外伤，什么来着？有，还没冲，来了。等了很久了，一直放在那里。哦，我一直闻到香味，原来是我。오늘은맛있습니다。没的。什么是맛있습니다？最高级。非常好吃。不是맛있다，是非常好吃。好吃，非常好吃，大概是这个意思。香港，走。